头里有点不舒服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啊。看到那个云呐，乌云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乌云下面有沸点啊，乌云下面有沸点啊，乌云下面有沸点，乌云下面有沸点啊，乌云下面有沸点，乌云下面有沸点，在晃晃悠悠，晃晃悠悠，晃晃悠悠的时候，一个楼在晃啊，他在这里晃，他在这里晃，他在这里晃，那个楼在晃，好像有个线在拉着他啊。啊，拉拉似的感觉啊，拉拉似的感觉啊，拉拉似的感，脸上乌云呐，很乌云呐啊，慢慢慢乌云呢变成了一个非典云了啊，上面的乌云变成非典云了，然后这个时候人家看了一个圆球啊，看了想到了非典啊，想到了非典，然后那个楼啊在晃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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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那个楼晃是一个下来小非典，像绳子拉着那个楼在晃啊。像绳子拉着这个晃啊，当这个时刻通过这两个综合起来的表演呢、啊，人家马上想到是沸点啊，人们马上想到是沸点，人们想的是上面这个沸点啊，人们想的是上面这个像沸点，哪个沸点也像沸点，真正的像一个小沸点啊，在拉那个流啊，拉了晃晃晃晃啊，准备现在的准备撤销这样，因为他们要想到，既然要搞这个事情，要搞到人家要想到沸点上呢，要这样。一个可能还不行，因为人家那个非典音看得见，他看不见非典，所以呢，让非典音来表演表示非典，真正的非典，反正人家看不见，用它来拉人啊，两个综合起来啊，也在移花接木啊，共同完成这个节目啊。好，知道了，他又给了一个新的方案，他们的方案特别多，就是他们还没想好到底怎么做啊。知道了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